欢迎您继续回到 VOA 卫视的时事大家谈节目。中国全国人大常务委员长张德江目前正在香港进行3天的访问。张德江强调，他此行是要来听听香港社会对一国两制、港人治港的相关意见。而就在今晚呢，他也与4名的香港泛民议员进行了会晤。不过香港民众对于张德江的到访却有着不同的看法。许多香港的本土政治团体发起了抗议，还有悬挂标语，他们要求张德江滚出香港。港人的愤怒到底从何而来？在港人批评北京收紧对香港控制的时刻，张德江的来访到底是缓解还是激化了港人的不满？另外，香港特首梁振英为张德江出动了反恐级别的保安，港府如临大敌，防的又是什么呢？我们今天时事大家谈继续的是两位嘉宾在现场为您进行讨论。在我们演播室现场的仍然是中国独立调查记者、前纽约时报中国问题研究员赵岩，以及中国时政评论人士郭宝胜，我们欢迎他们。那么同样的，我们也欢迎观众朋友们继续的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针对张德江访港来提出您的问题或是您的看法。我们的免费热线号码呢是400-120-0551，400-120-0551。那么首先呢，我就想先请这个宝胜来跟我们谈一谈啊，张德江这次的访问很有意思。我们先从中国的这个官媒定调说这是来视察的，这跟过去的几次所谓的考察用的字眼完全不同。那么这一点呢，也可以说触发了港人的一些敏感神经。您认为这到底说明了什么呢？考察的话，它是一种谦虚的心态啊，觉得这个香港还有先进的地方，我来学习。但视察呢，完全是一个中央高高在上的一个姿态，我是来奉这个圣旨钦差大臣，我是来视察，然后你们有什么冤情啊，我来解决，或者你们有什么不对的地方，我来矫正。所以他这种高高在上的这种姿态啊，对这个香港人是很不舒服，尤其香港这种本土意识越来越强烈的情况下，对这种视察的这样一种用词啊，是特别的这个反感。再一次的说明了，就是中央政府对香港的政策已经不是什么港人治港，已经不是一国两制，完全是一国一制。你就是一个地方的市，地方的一个省，顶多是我就是中央来全盘来指挥你，来操纵你。这个包括那个张德江，他到香港之后引起这么大的这个反感，忧心抗议，除了他在这个 SARS 期间导致这个300人死亡啊，299人死亡，这是那个张德江有直接的责任的。除了这个原因，最直接的原因就是张德江在2014年就直接否定了这个香港人的这个普选的这个愿望，当时的就人大常委的831这个决议，这个张德江就是这个罪魁祸首啊！831决议一出来之后，就把香港人要求普选的这样一个愿望、这样一个权利全都的否定，所以这个导致港人对张德江是特别的反感，所以导致这次的保安级别也是全面的这个升级。是，稍后我们还会继续来谈谈。不过我想接下来要请赵岩跟我们谈谈的，就像我们刚刚说，张德江是2012年之后4年来首次访问香港，是中国正国家级的领导人。那么你认为他此行他说了几个字？三个字，他是要来看、要来听香港的民意，还有要来讲，要在这个“一带一路”的高峰论坛上来发表演说。但是很多人说，到底张德江此行，您认为他的主要目的是什么呢？他三个字呢，我觉得一个第一个看呢，他来看太晚了，应该831出台之前你就来看，因为你国家的法律出台之前，你不到实地去调查，你就搞这么一个东西，实在是荒唐可笑。第二呢，张德江本人呢，他是金日成大学毕业的，没有任何法律背景，他做这个全国人大委员长，本来就是一个荒唐的事儿，应该是李克强学法律，北大毕业的。他来做委员长，搞立法，搞监督，这个是正常的。因为他不懂立法，而且呢，这个人呢，在香港呢也是腐败的一塌糊涂。他的老婆和孩子在那儿有很多公司。那他搞八三幺的目的呢，主要是就是为了控制香港那个中共自己利益集团很多。你像曾庆红的孩子啊，王兆国的孩子，刘延东的孩子，贾庆林的孩子。这些大批的领导人，还有那个李小林，我也揭露过他，在那儿都有自己的公司。如果让老百姓自己普选的话，那么他们的公司利益怎么保护呢？所以张德江这个第一个看晚了，就是现在看他能不能真实的看，因为我们知道现在张德江去香港已经进入了一个反恐级的状态的一个警卫标准，
那就远远超越这个1957年那个1997年这个香港回归了。香港回归没到反恐期呢，他就到反恐期了，比这个江泽民和胡锦涛去香港那个来头还大。那这个已经超出的范围，这是一。二一个，我们昨天和前天都在了解，有人也给我们打电话讲，他不仅这个超越了反恐，而且这个安全部、公安部和总参去了很多人，完了现在就开始这个泛民啊，那个包括上海和香港那个在香港的全国其他地区的访民，挨个找谈话，你们不能这个，你们不能那个，这就很荒唐的一件事。一个人大委员长来，你说你来看，你看什么？你什么都看不着，你不接触访民，你让你下边人接触访民，还是撒谎吗？不接触这个泛民，你自己接触也是有选择性的，应该全体都接触。你泛民二十多人，你每个人都谈一谈，你时间也足够用吗？这是看。说讲一路一带，我觉得这个跟他也没关系，因为你是搞立法和立法监督的是吧？一路一带是政府要做的事儿，跟人大也没关系，你这个只是一个托词而已。那么，所以他真正去的目的是什么？真正去的目的应该是在他，因为他惹了这件事儿，831这个事儿是他惹的。那么在本届19大之前，和这个下届这个人大那个代表大会之前，习近平可能是没有机会来了，因为这是其一。其二，张江是香港问题这个中共内部的领导小组的港澳问题领导小组的组长，习近平不是。那么呢，他必须惹了这件事儿，他要去处理这件事儿。831到底怎么回事？因为我们从宪法的意义角度讲，831的决定是违反宪法的。为什么这么讲？因为中共宪法第34条叫18岁以上公民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这个呢，从字面上看，比中华民国的那个宪法还先进。中华民国是20岁有选举权，23岁才有被选举权。字面上看是这样的。但是你831这个决定，你规定香港的公民是只有精英的这些人才有选举权，那更多的普通的香港老百姓没有这个选举权。所以呢，他不仅违反了香港的基本法，而且违反了中共自己制定的大陆的宪法。那么那香港有一个公民叫这个陆伟平，和大陆有一个北京的公民叫葛智慧，都对全国人大提出了这个对831的违宪审查。是。那么现在，那我知道葛智慧是收到全国人大和中办、国办三个信访局的这个回信，说你的信我收到了。但是你根据宪法和立法法的规定，你收到以后，你是否要进行审查？你要给公民一个反馈啊。那么这个最早提出是2014年的12月25号，在梁振英去北京的时候，这两个公民已经提出了。但是你现在，2014年现在已经2016年的5月份了，你还没有给人家反馈，那么就是说人家指出你违反宪法，你张德江违宪，江泽民和习近平、胡锦涛三人都说过违宪是最大的犯罪，那你现在张德江和831决定人，你已经做出了违宪的这个831，完了他们自己还讲说这个831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做出的，不可更改，立法法有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做出的决定是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那个来撤销，你是错误的违宪的，你必然要撤销。那你现在人家已经认为了，你没给人答复，就说明你这里有故事嘛，有毛病，对不对？有毛病嘛，你不给人答复，你现在带着罪，应该说你违宪最大的犯罪吧。这是他们三人领导人说，你带着罪去香港，你什么意思呢？那这个事儿应该是他自己那个拉的屎自己是不是还有一个可能啊？我想请教宝胜，就是我们看到831所引发的争议，这几年在香港可以说是引爆了这个雨伞革命、占中运动，各式各样的这种可以说是这个可以说中国与香港之间的这种对立与冲突啊。那么但是呢，我们也知道，在这几年当中，在就最近这几个月，很多人关注到所谓的港独势力的抬头，也有人很多人认为831占了一个很关键的一个角色。对。那么是不是张德江这一次来访，有人说也是要给所谓的港独势力一个下马威？你觉得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可能性？完全有这个可能。表面上是一带一路，但实际上它主要是针对这个2017年特首选举，还有这个港独势力的崛起啊。其实港独呢，完全是共产党逼出来的，可以说是张德江逼出来的。为什么？因为831决定呢，就是说破灭了这个香港人普选的这个愿望。普选是什么？就像台湾一样，每人一票，而且这个候选人是大家竞选的，你蔡英文啊、施明德啊、国民党可以推选很多的代表。但现在831决定，就是说
候选人的提名委员会只有1200个人，这个里只能提名个2到3个人，啊，所以这个就不是这个真的普选，啊，这个不是真普选之后，他们就是要求真普选，马上就831决定一出来之后，马上就发生了雨伞运动。但雨伞运动呢是这个和平、理性、非暴力，结果共产党一点没有退步，所以呢，对这种和平、理性、非暴力运动的一个反思之后呢，这个港独运动就起来了。觉得我们应该勇武抗争啊，甚至那个港独那个领袖说不排除这个武装起义啊，对吧？再一个，他们这些港独的对这个泛民的有些反思，泛民老是希望就中国民主化之后，这个香港的问题就能解决，他们觉得这样等不及了，与其等中国民主化，还不如我跟你划清界限，我隔离，我要独立，所以他们这个香港大学就出了一本书，就是香港这个民族论啊，他们是从一种公民民族主义的角度，就是说不是这个血缘的原因上，我们都是汉族，那我们是一个民族啊。但是他是从公民角度，就是说我因为政治价值观的不一样，我们就可以形成一个新的民族，啊，我们在血缘上是一个民族，但是我们在国家意识上、公民意识上，我们新的民族，所以形成了一个崭新的香港民族，香港民族就可以成为一个崭新的香港这个国家。所以港独意识现在在香港呢是崛起。啊，然后他们不仅是出书啊、思潮啊，而且最关键是他们有香港民族党，还有各种的活动，而且像那个梁天琦，港独的很大代表，他这个地方选举居然拿到了6万多张选票啊，就是这个你就看到这个香港市民对这个港独啊这种本土意识啊是非常的支持，这个是中央政府最害怕的。是我们所以他这次来，他就是也是针对这个情况。这也是为什么，所以有这个反恐级的保安。而且这个反恐呢，他提了一个名词叫"香港恐怖主义"，这个全世界罕有的一个名词。香港恐怖主义指的就是港独势力啊，因为他们提出这个勇武抗争啊，提出这个不排除武装起义，所以搞了一个概念"香港恐怖主义"，太有意思了。是很多人，或许我们导播呢，可以在我们的这个。荧幕上可以放一放，我们在这个推特上啊看到这样的一幅有网友所做的1975年当时这个英国女王访问香港时的一个图片啊，拿来来与这个2016年，我们来看看2016年张德江要来访问英国女王当年的访问呢，你看她与这个市井小民啊做这个非常亲切的对话。在另外一边，我们看到筑起的这个有一个人高的这么高的一个铁马高墙啊，就是不让这些示威抗议者能够见到或者看到甚至接触到张德江，所以是一个很大的反差。上面说这个从来就只有专权政府才会如此的害怕人民，所以呢，可以说点明了这一次访问呢，为什么港府采取这样的一个激烈的措施。但是在另外一方面，我们也要看到的就是这个港府的一些做法。这个我们知道，梁振英这个上任以来，他争议不断，本身也是个很有争议性的人物，但是他的对中国的这个立场，一直是很多的港人心中的这个非常不快的这个来源。那么，赵岩，你觉得这个到底梁振英到目前为止他所展现的，特别是在处置这一次这个张德江来访的这个处理手法，凸显了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凸显了他一个奴才的本相，这是其一。其二呢，梁振英这个人呢，不仅是奴才，而且是一个贪官。那么呢，我们知道这个香港原来有一个全国政协委员叫刘梦熊，是他上台的时候最铁杆的支持者。那么现在刘梦熊先生呢就在监狱里。去年的9月份，我回到这个美国之前，我特意采访了一次他，我特意问他，我说这个梁振英，这个收了这个澳洲公司的这个5000万港币，这个事儿到底有没有？他说有。我又问他，我说那个中联办的很多人，包括张晓明，就是中联办主任，他说中央政府知道这件事儿，习知道这事儿，到底知道还是不知道？我说你知道的情况怎么样？他说习怎么可能知道？那个中央政府怎么可能知道？如果他有知道的话，习和中央政府一再问说要选择这个唐英年和梁振英之前和其他的候选人之前，一定要首先看看到底有没有连接上的问题。张晓明拍了胸脯打了保票，说梁振英肯定没拿过钱，但是他拿这个钱的时间节点上就是在他上任的时候拿的，那你完全是一种受贿行为嘛。但是去年不是说这个要给这个特首以3权之上的权利吗？我还问刘梦熊，我说这个3权之上权利你认为怎么样？他说不应该有。我说但事实上有了，他超越了法律，受贿都没有得到追究，不是3权之上的权利吗？那刘梦熊也苦苦的一笑。但是我没想到，我走了以后，因为这个采访，梁振英第一个罪没追上他，说他这个欺诈；第二个罪说妨碍这个警务公务。这个现在刘梦熊被扔在监狱里，到现在还没有出来。所以梁振英
不仅是一个贪官，而且还是迫害这个正义之士的这个恶官恶吏。嗯哼，是我们继续再来看看张德江这次的访问。那么有很多人说，对于北京对香港的政策，特别是近年来香港的局势不断的在变化，很多人担心北京是不是有可能调整对香港的对策。那么我想请宝胜跟我们谈谈，从过去邓小平的四项承诺，这个港人治港、高度自治、一国两制，甚至五十年不变这句话，很多人都开玩笑说十年都没再听说过这句话了，已经很久没听说了。北京是不是考虑，或者是不是在酝酿着要更改他们对香港的一些政策和做法，或者已经在发生了？对，我觉得他不会更改，他只会更加的强硬。你比方说张德江，刚才赵燕也提，他是金日成大学毕业的，他比称为张北韩呢、啊，张德江，就是他非常左的，他只是一个很强硬的，就把香港怎么样进一步都控制的。现在香港的这个经济啊、政治啊、媒体啊，基本上全都给中国给控制了，那跟台湾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他的政策会更加的一个强硬。你的这个领导人，你的选举全都是由我们来操纵，甚至派一个党员。你梁振英，大家就说他是地下党员嘛，他确实是这个党员。梁振英最大的罪什么？卖港求荣呢？就是他不会照顾香港的利益，他就只是讨好这个中央的利益，出卖香港人的利益。所以本土意识为什么高调？是因为你梁振英不能捍卫我们的利益，那只能是老百姓来捍卫本地的利益啊，对吧？刚才你也提到这个英国政府港。历任的港督啊，香港总督啊，都是维护这个香港的利益，跟英国政府讨价还价的。但是梁振英确实这个卖港求荣，而且英国政府他对当时的香港是非常的尊重的，啊，英国女王啊这些，有一次那个英国女王访问香港的时候，要去一个中国的很有名的一个茶楼去喝茶，但那个茶楼说我们客满了，接待不了你，哎，他就当天就没接待，他也没去。但是这次张德江一到这个香港那个君瑞大酒店，他一个人全都包了。这两种风格，就像英国女王那个，前几天接待那个习近平嘛，他说是贝德拉克，就是倒霉啊，我陪习近平转了一天，我觉得太倒霉了。就是这个是两个文明的一个冲突，啊，这个中国政府一到哪里去，他那个很霸道、很霸气，就是让人家感觉到非常难受、很野蛮。这次那个6000个警力啊，还有反恐级别升高啊，就是那香港人搞得很不舒服的。啊，所以这个英国的他这样一种文明的、自主的、服务型的这样一种政府的风格，跟中国政府是完全相反。所以现在他们很多人都怀念那个英国那个完全自治的那个情况，而中国政府的这个对港的政策呢，只会更加的强硬，啊，不会这个改变。所以这个香港人呢，我觉得他这个抗争呢，可能会更加的激烈，像这次港独这个运动啊，更加的崛起。提出这个勇武抗争啊这些概念，说不定以后会发生一次比雨伞运动更加激烈的一个社会运动，那时候就不是和平理性非暴力了，可能就是个社会革命了。那么赵岩，你的看法呢？很多人在香港的这个香港民众对香港的未来前途其实非常的担忧，你多次到香港去采访，你的观察是怎么样？你个人对于香港的未来可能出现什么样的一个变化，你的看法？他现在里头有三个变化。第一个变化就是港澳领导小组原来有一个叫刘延东的，就国务院副总理，他主管文化教育，就是最近这莆田事儿和那个其他的教育发生的问题都跟他有关。那么呢，他已经离开了这个港澳工作的领导小组的这么一个成员的身份，因为我们两会看到这个梁振英去汇报述职和这个两会汇报都没有刘延东的身影了。那么我问了一下国内这个过去的这个接触过的朋友，那他已经在这儿已经去职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大家没有注意到，就是说2014年的这个年末，习近平去澳门，就是澳门回归15周年的时候，他说了，对香港的问题必须要牢牢地把握一国两制的宗旨。第一个，第二，依法治港，依法保障两制的实践。第三个就是必须尊重两制的差异。那831的决定导致了这个占中运动、雨伞运动的发生，恰恰是因为这三条没有做到。那么是习近平在831之前就有这样的想法，他得不到这个声音的发出，还是这个事后他得到的反思。不管怎么样，我觉得这三句话是一个进步。但是不管你说什么，重要的是看你做什么。那他说过这样的话以后，包括这次这个张德江，我说的要说的第三点，去之前新华社和凤凰电视台都说了，以后在制定香港的问题和政策和法律的问题的时候，不仅要看香港的基本法，还要看
大陆的宪法，那这跟那两公民提出的对八三幺的违宪审查有直接的关系。我觉得香港人应该抓住大陆这个法律，对这个张德江这次去应该对他提出一个违宪审查，给他送嘛，这完全是可以的。但是当时这两个声音都没有得到香港报纸的回应，包括香港苹果日报，陆伟平打电话给送东西到现在也没发，我不知道苹果日报怎么回事。我们最后大约还剩下不到两分钟左右的时间，我想请两位各自用大约30秒左右时间做一个总结。想先请宝胜跟我们谈一谈，就是张德江这次的访问3天时间，那么当然也见了泛民的代表，那么也发表了讲话，你认为他能够传递什么样的一个重大的宣示吗？还是说这只是一个走过场的访问？他除了一带一路啊，强调香港在一带一路中的地位之外，他也是来看看这个香港的发展，这个是为明年的特首的选举还有对港澳势力啊有一个部署啊。当然这个香港方面呢，现在这个泛民派他也提出他们的一些要求，见面的时候就是必须要撤掉这个梁振英。我估计这个意见会传达到这个张德江的耳中啊，这个中央政府呢不会考虑这个梁振英的连任啊。再一个呢，就是香港人要求这个政普选的这个权利呢，我估计中央永远是不会给的，除非他自己的抗争。所以张德江来港啊，只会更加激化香港的抗争运动，所以雨伞运动之后更大的一个社会运动呢正在酝酿当中。是赵岩，你的看法？我的看法是，他一个是打，就是对所谓的港独啊，这个有一个打的那个态势，语言上也讲出来。另外一个是拉，因为现在香港泛民很多人到界了，他这次去可能有这个目的，我要把泛民的拉入他的阵营，但是他想拉的目的能不能达到另外一个话题。其三就是他回到国内要给习做汇报，以后这个香港港澳领导小组，中共党内港澳领导小组组长的问题是不是要有一个交的过程，那么交谁来交，肯定是由他来交，交什么那完全看他这次在香港的表现是怎么样了，习将来是一个什么样的政策那还要看。好的，我们非常感谢两位今天来到我们节目的现场为我们所做的解说啊。那么今天呢，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的时事大家谈的讨论就为您进行到这里。我们非常感谢郭宝胜还有赵岩来参加我们节目的讨论。以上就是今天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时事大家谈是自由论坛，包括来宾、听众和观众朋友发表的都是个人言论，并不代表美国之音。另外呢，也欢迎您使用美国之音中文网站上的电视节目预告，您可以点击卫视留言板来就我们提出的问题来发表您的评论，我们也期待您的留言。那么非常感谢您，同样呢，您也可以到美国之音的争鸣论坛或我们的 Facebook 以及 Twitter 来发表您的看法。我们的网址是 facebook.com/VOABBS 还有 twitter.com/VOAChina。 我们期待与您交流与互动。明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要继续为您探讨的是中国军方在蔡英文就职前夕发动了连串军演，蔡英文的执政面临哪些挑战？我们明天再次与您见面，祝您晚安，再会。